sich ab Dörrs Kerschbecher. And sich Hobbit is camping chair. Sometime champ Kerschbecher. Telephone. George Zund. Jimmy Chu. George that. Something the fame moment. Camping chair. Fedevisant. Sure. Gert Dean. Kerschbecher. Sure. Telephone. Gelatin. Champion. Sure. Happy. Twitter to Dean. So old man. Lear dog. Maggie home. 哥，哎，好久不见您，好久不见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兄弟还是那么白，白俄罗斯的，那那那指定的，又想起这段了。来来来来，你快去，走走走走。这是原来我带着天团们战斗过的地方。我竟然没看过那气氛，多不忠诚，你说你。功课还没做好。对啊，功课没做好。那带你干嘛来了？你说说。那我走。你来过吧？我来过。嗯。但是人家就不认识你。对呀、啊。我也没骄傲啊。是。你也没给介绍过。啊。对你也没给介绍过。那会儿那个当时来的时候，不是找女朋友吗？什么玩意儿找女朋友？是你找女朋友。现在你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这情况就改男朋友了吗？是不是？咱还是来个羊排呗。那个牛肉串。那个牛菲力，然后那个肠，然后我觉得咱俩弄一两个小凉菜就差不多，羊排大的吧。行，羊排就是多重一个，3斤7磅吧。小点的，小点的。找一小点的，没事。行，尽量小点。那我这个二位安排了。对，您收来，您收来，您收来。太亲切了，太亲切了。我刚刚说了，跟回到家似的。咱刚才说的，今天的效果。您别冲着屏幕说，您这冲上怎么？要证明这个了？打假是吧？使不得，使不得，真的，那该咱该怎么着怎么着？您可以允许您打折。今天一过来，我一看都必吃饱了。嗯，对，真厉害。这小店说几张桌子能用？11-12张桌子，然后从原来那状态，然后做到必吃饱了，我觉得。我确实也功不可没啊，还是东西好，托大家的福，对对对对，托大家的福，所以您不能给大家都免单吧？也不是不行是吧？啊，这一迟一样免单吧？我都考虑一年半载了。您帮着打个折就行，你们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咱们现在什么情况，然后好久没怎么样回过来了。得嘞，您收来，得了，点凉菜吗？嗯。就吃肉，这样的话，要不然我今儿请你喝酒吧。就是说，是不认识你吧？你今儿怎么着？认识你？你也不打打呢？去哪儿吃饭不自带酒？也不骄傲是吧？饭馆啊，都允许自带酒的，但就是不成熟的小建议啊，尽量别带。虽然呢，这个自带酒水呢是合法的，嗯。是合规的，就是说呢，我要自带酒水来您饭馆喝酒，嗯，我有个肚子疼，嗯，万一是酒不好，我是算饭馆的呢，我还是算这瓶酒的呢？算饭馆的，我呀，嗯，补充一下，凡事啊，咱们就两面说，嗯，我的主张是什么呢？自己带没问题，嗯，尽量你别带店里有的，对。对，我觉得这个逻辑特别对。我喝白酒，我只喝君元的白酒。哦，那没办法，你没有，嗯，对吧？你要现从我那儿进，那我也行。反正我但凡君元那酒好喝，怎么可能别的店没有呢？一定是差点什么。不卖，高低不卖。信不信这小玩意儿哪儿都有呢？信不信？我就没说完嘛。哦，今天呢是因为来的匆忙。就中午本来我想不喝酒哦，然后呢，但是你说你吃这么这个东西，你说不喝酒吧，多少有点别扭，有点对不起这羊。对，我说那咱就意思意思来小的。可说呢，那来小的呢，就只能这个能喝，就这么着吧。哦，要不然咱把这个换成一大的。哎，好，这棒，先来个串吃行吗？不行。为啥呀？因为羊排我怕它凉。串也得凉啊，串凉好热呀。哦，我给家跳对的，啥他妈意思？是咱带着车来的是吗？咱这么有面呢？这就是胡同的小环境声。那没毛病了。我插一句啊，饭店老板倒不吃。我不允许任何人比我先起头。饭店老板倒是吃。大家都把老师放在什么？大家都把老师放在什么位置上了？三个老板都是。大家都是我老师。大家都是我老师。
我今天为什么这儿这么高兴呢？嗯，因为你知道这是有代表着什么吗？什么？这是其实是饭店老板以风系列的，按说是第一次开篇制作，是从这儿开始跟上玩祖师爷这一块呢。对，因为那会儿是什么呀？那会儿还穿着小粉鞋呢。那你要这么说哦，我应该是第一个出境的饭店老板。你出境了？哪年回的国呀？应该我是不是算第一个出境的饭店老板？在这童年有样儿吗？你说这饭店老板有样儿吗？他嘿，漂亮！我还没开始吃呢。喂，嗯，你是怎么？你是我怕您打电话，怕您打电话过于疲劳，我就帮您先。真有个样啊！哦，还是当年那个。懂了，就懂什么了？要复刻吗？不，你复刻有人看吗？你看看，我是说没用红羊牌，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嗯，选品。为什么？你知道羊牌有肥有瘦？嗯，就他把这个，我不确定是进的还是修的，肯定也修边了啊。就是他没有那么肥，肺骨都嘎嘣一声了。嗯。这怎么了？你弄块狗咬胶，要不然给你缺钙了是不是？要补补。然后人家，我不吃。那你之后还吃肉吗？我把锅也给你。我一扔去。干干净净。这叫干干净净好吗？他这配菜挺有意思，小酸黄瓜。这个料是秘制的。这是肯定有花生。桃酥还有，我跟你讲，然后他还有一个这个。你拿过来尝尝，这是以前就有吗？以前没有，泰式酸辣酱，甜辣酱，这口感可以啊。嗯，挺解腻的。梅月湖开这么多年，人家从那个小店弄成现在必吃榜。北京不是有分店吗？真没有，北京三条都没有。出来之后。北京有好多地儿都红了，都叫玫瑰红，但反正北京三条这家的他没开分店。你看咱这一根是一根啃的，啊，你别你把我啃了没？你去你边去！但是咱说实话啊，嗯，这个配的这里边啊，有酸黄瓜，有这小料，还有这个甜辣酱，真少一样特别核心的东西。哇！你去啊！我一去，人家又不让我结账，好不容易跟聊的差不多了，你去吧，你去吧，你去，你收着，你去，我这不收拾骨头了吗？我也可以再收拾一个，快点，小香都吃了一串，让他去吧，香不腻啊？那咱扫一眼，看看这有没有哪个奶香老乡还能吃的，咱赶紧的吃了。那老乡吃什么呀？牛飞里派，来来来来来来，吃了，这就回来就没有能吃了。牛菲力就是牛里脊，它是先腌制的，带一点回甘口，回甜口，包一包给咱，老站着手呢。哎，当年王哥就说，到我这小兄弟征个婚啊，希望他早日找他的一半一半一半。然后少就说，这么多半呢，有一半算一半吧。一到这儿一吃蒜，我就不禁想起了。就疯狂蹭呗，就是今天我也看明白了，狂飙的后传，狂蹭。那会儿他们在没想做饭店老板以后的时候，就只是说，哎哥，你看你是开饭馆的，你有没有平时自己私藏的小店？说带我们去尝尝去。我说那我告诉你们哪儿哪儿，说你能一块儿去吗？我说我出去干嘛去？我说没事儿，比如说那个一块儿聊天吃饭呗。我说那也行。嗯，反正我又臭不要脸的。嗯，我来吧，我然后就带着这句话真是实话啊。嗯，然后然后我就带着他们一块儿，就是第一趟就来到这儿。之后，慢慢的他们逐渐的发掘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饭店，然后和饭店老板。你越吃醋，我就越兴奋。啊，变态！脑子。我这店呢还有一点小变化，就我确实来过两次。一看门口那乌泱泱的人，然后我就颠了，我就颠了，我就。这个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那个老区上嘴。啊。然后还有一个更恶心的事发生在那个啊某娃女，
你跟某娃是有什么仇吗？有仇我都不说了吗？我已经公开说了有仇吗？啊，就是因为他把你生意都抢了，然后你告 你跟这有什么毛关系？就你去那儿，人家不给你留位置，是不是？我预定都不给。为什么呀？就说你来了等，来了排。别人预定的给吗？不知道啊，应该要都不给也无所谓，那是不是我预定是不是能给啊？对呀、啊，那可能就是因为你人的事儿了。哎，你看看，你看看我捧火的店那人那态度，哎，你看那有个萌，哎呀，别动，使不到啊！你这好像不预定，我这边不予结账，你这边不予定，嗯。这不马兰德兰胜吗？马龙德兰胜，马龙德兰胜，马龙德兰胜，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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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叉叉那个。吃出什么病来了？怎么吃出什么病来了？嗯，这三间城，你说怎么着？只守一个店，偶尔有点小创新，比如这个蛋料。有小老心什么都没有问题，这些经典核心的哈，核心款20年50年不动没问题，有的饭馆安排特别多单品，其实大家来回再去吃就那5-10个你的全都产品，说太对。哎，你抢这大块，我一看你就往我脸上杵。来，听到这茬是不是？是。来，你这真客气。我把这清了，就能往这边来来了。你说，哎，别哭，进来了，进来了。那天店里边跑进来一只特别好看的猫，特别柔软，一看就是家养的，但是肯定跑丢了。然后那个猫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一边是正常耳的，一边是折耳的。然后呢？你怎么着？完了之后又给后厨了，给后厨了，像话吗？铁锅炖那个。然后实在是没法弄，我就给常小亮了，常小亮弄丢了又。你聊这么一长段，就是为了恶心一下常小亮？不是，哎，其实人家猫都已经警告过一次了，我怕是抱着猫，我要去。我去超市那儿，我说送你一只招财猫。嗯，活的招财猫，你也是宇宙男八万、嗯。然后他说行，我说那看好了啊。完了我去后边吃饭去了，吃完你把猫带我脚底下呢，又回来了。晚上一炸，我觉得干嘛呀？还吃啊？是，你别你别吃了。人活一世，你那个下半身又不疼了。说清楚点，下半身，我下半身是有难言之隐是吗？哎，我说这不对吗？对，是不是啊？嗯，不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下边哪儿疼，反正你是到底是疼到哪儿是吧？是脚踝呀，是膝盖呀，还是胯骨轴子呀？那我只能说下半身吗？挺严谨的，我就说话，这孙子又痛风了。我不是发现新店吗？这新店啊，在鼓楼旁边，有100多平大露台，然后。然后最近在忙新店的事儿，然后呢，忙跟痛风没有关系，有关系，走路走多了也会有这个情况。然后有最近也是各种的安排这个事情，然后呢有一些小应酬的东西，也喝了一些酒，然后呢我的痛风就犯了。大家不要效仿，不要效仿，大家都多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工作之余注意身体，就大家注意身体，少喝酒，少吃肉。那蔡老师，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必吃宝。是怎么弄的？嗨，我也没得过。必吃榜是某评的那个一个相当于那个什么米其林啊什么那种一个排序的东西，应该是统计一些商户，然后有一些专家评委和各种维度，就比如选它的好评度，它的人均的每天那个消费量，然后包括有一些专家评委他去推荐几个。怎么样？怎么样呢？我觉得今天咱来的地儿啊，也许我不确定啊，也许是北京最便宜的必吃宝的店。如果小吃类不算，如果正餐类的，很有可能我觉得是北京最便宜的必吃宝店。200好像还是68一斤的，这顿饭加一块，这肉酒，200来块钱，
那春、那春饼，你说你卷点饼不得500-900的？什么？我觉得行，就是好吃实惠。就是在北京胡同里边，有这个胡同里边就有这个胡同的场景，还是必吃榜的店，我就该打卡打卡吧。建议大家是中午来，或者非节假日的时候来。然后如果要是你晚上饭点或周末什么的，可能会排队。实在不想等，你也可以去南锣吃嘛。嗯，南锣反正没有羊排。如果在门口稍微等了会儿呢，因为人家就十来张桌子，人得烤啊。就有的时候大家会那个吃饭的时候说啊，那能快点吗？那火就那样。那肉就那样，他快点，就没给你做熟了，他快点。您说您也没法吃，是不是？人家大家都互相体谅，我觉得人家小店能熬成一个必吃饱。你看看王哥那个老北京人的心肠，我觉得就特别亲近，起码叫所谓的现在网络上叫我们属于叫正常北京人。没错，哥，我觉得你说的对。我觉得到时候帮衬我们这边好好做餐饮的人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觉得本期要不然就这么着，咱们下课。三连啊，三连！关注我们，关注我们啊！我们以后还会叨叨叨的。这太撑了，就撑成这样了，还剩那么多呢。刚才那个现在不还以为68一斤呢吗？现在62一斤。那个王哥呀，一直不要钱，然后刚才扫了个码，然后打了个300，我觉得应该是折扣不少，然后都不容易，小买卖能帮这把，帮这。要不然你一会儿给我转150回来。哎，哎，你瞅那脸，你瞅那脸，还吃吗？